前呢，在乌克兰的一档著名的谈话节目当中呢，两位嘉宾大打出手，这个过程呢，也通过了电视镜头直播给了所有的电视观众。当天节目的主题是讨论乌克兰著名文学家塔拉斯·舍甫琴科的艺术成就，而节目的两位嘉宾，当地著名作家阿列斯·布金纳与画家谢尔盖·巴亚尔科夫的讨论，从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。两人激烈的言语相向，最终演变成拳脚相加。所有观众一片哗然，节目现场也一度失控。在保安和主持人的劝解下，双方重新回到舞台。然而争吵却并没有停止。最终主持人无奈地请他们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不依不饶的两人再度厮打起来。整个过程也通过电视镜头直播给了所有的电视观众。